大家好啊！呢度就系单程噶，注册咗噶啦。就呢卷咧，全部都系嗰啲嘅车行啊、咩五金啊、嗰啲工程啊、维修啦、啊，就喺呢个大角咀嘅橡树街。依家时间系2021年5月3日星期一5:36。咁咧成交咗就系呢、哇，算升得犀利喎，1788万。原本业主嘅时候咧，就讲紧系2016年嘅时候7月就用1005万买入嚟嘅啫。就講緊係橡樹街嘅45號嘅 Apple， 就係呢一架嘅大嘴巴喎。呢個橡樹街45號嘅地喺 Northern Portion Apple。咁啊原本業主嘅時候咧就係呢個嘅建材倉嚟嘅。咁啊就講緊呢一個位置大嘴巴。而家呢個就拉咗走喎，先啦。同星期一休息，佢係。好望住呢個大角咀橡樹街呢間嘅鋪頭，咩大嘴巴？咩1957年啊，試鬼蛋，我都唔知幾時係咪1957年啊。但係 anyway， 總之就係呢條街入邊啦。咁啊，呢度都 you know 都呢個咁車房啊、五金嗰啲咁雜雜雜雜啦，呢條街靜到死嗰只啦。總之係咁呢間鋪頭啦，開咗間食肆，靚靚仔仔。咁啊，明明寫寫咁等收舊咯，呢條街我諗可能都係。呢、这個就租值是大概係60000元，之後之前咧嗰啲嘅建材鋪，咁之後就後來變咗呢個茶餐廳啦，好得好大間，好靚。佢入過去嘅時候咧，啱啱今日星期一冇喺度，但係入邊嘅 video 入邊嘅相啊，附近環境之所睇過，你能夠睇得到噶啦。咁啊呢度嘅時候咧，就講實用面積咧，都講緊成係850尺嘅面，好闊下嘅面嘅時候咧，大概我諗都有成差唔多14尺面啊，深嘅時候我諗都有成差唔多60尺到咁啦。咁啊14×60尺，即係成成啊大概啦。咁啊個。呢啲入邊嘅時候咧，就個已經成棟大廈，咁嘅個租金回報啦，咁就好呢度咧計翻租金回報咧，租金60000元，咁啊都有成差唔多近4厘回報喎，呢個位都緊要喎。因為本身咧個租唔知點解咩原因都好啦，佢心態就好高下啦，之前就咁啊，所以咧就過嚟呢邊睇一睇下。四啲回報，咁就講緊呢個位咧，但係成段咧望落去嘅時候係零零舍舍，即係有間嘅茶餐廳喺度咯，比較奇怪啲咯。咁啊，咁但係有生意咧，咁我入去食嘢都有 OK decent 嘅，幾多1788万我明都 it's not bad 咯。咁啊not bad 咁個，咁個咯。如果你問我即係要1788万呢個位置，2016年1005万買入嚟，哇，全升得好犀利，就已經落上呢個位啦。即係算大個最升值，升得最犀利啦，即係勁過你咁滯啊！咁呢個位置，啲工程位咯，咁麻麻地咯，嚟嚟即係平 ，why not 咯？大約1700万，四啊，有成四啊，我覺得 OK 嘅，5.5分位咧，一個5.5分位，因為你撇將你，如果你撇除呢一個係一個茶餐廳，普通一間鋪擺喺呢度1700万，我就覺得貴咯。但係佢呢數回報好似唔錯，唔知背後咩原因咧？個租約啦。咁啊，人哋又市正正，你睇入邊相嘅時候，咁啊，俾人加多少少分俾佢，5.5分啦。工業主啊，又恭喜我買家啦，有鋪放手嗰陣咧，繼續揾我哋，今年要買5亿货，落地買鋪。